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。有意思。哎呀，你也抽了。通过我们一个半小时的空中试飞测试汇报，整个的油品的燃烧值、加速性以及燃油的供给连续性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我们非常满意，各项参数都符合规定。我们就把一切可以变为生物航媒的这种原料，不管它是来源于是气体的还是液体的还是固体的，我们采用各种的技术手段都可以把它变成生物航媒的产品。包括英国、德国，包括一些国家的话，它有些航班事实上也是